36岁了呀。对呀，别看我们兰迪已经步入中年，但是他依然争强好胜。来，兰迪首先挑战1000克的杠铃。来，兰迪做好准备，举起杠铃，太棒了，再来一次。听说了，你们还有没有更重一点的杠铃来让兰迪挑战一下呢？当然有了，接下来就换一个大个一点的，2500克的。亲朋友们注意了，这第二个杠铃可是兰迪自身体重的二倍还要多。哇，二倍还要多呀！来，兰迪，这次你可要加油啦！来，做好准备，深呼吸，太棒了，再来一次。挑战成功。最后，兰迪还有健康口号送给大家：我运动，我健康，我快乐。在这里也倡导大家多做体能运动，强身健体，增强自身免疫力。